我去，我竟然见到一台有12根排气管的车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车改成这样子是干嘛用的呢？这是一台改装的喷火表演车。然后这个上面不光是简单的排气管，专门用来喷火用的。气氛组的车子了。对对对。那你平时在哪里用？就在院子里开一开，然后办办 party， 烤个羊串用。这院子挺大的，这个得改一下花多少钱？1500万左右。1500万。这么大的神庙钟啊，摸不到的小精灵，轮毂都改了，还是劳斯莱斯的，而且它是8轮驱动的，一个多少钱？大几十万了，几十万在他这里都是小数目，你知道吧？这是一个牧马人的车身，他们可以在上面跳跳舞啊，就是给小姐姐准备的，这么高也上不去啊。我给你准备好梯子了。哇，这头超长哎，怎么开？经理，我还有台更厉害的车在路上，我先带你们去喝点茶。哎，尝尝这个竹叶青，这茶叶真漂亮，排骨嫩了一下。这个竹叶青有三大标准：高山、明前和茶芽，已经连续13年中国销量领先了。这不是过年了吗？我也买了很多送给我的客户。哇，2280一盒，你都送客户这么高端的茶叶吗？送茶健康啊，这样每回客户泡茶都会想到你。哼，搞走。这台车有意思，你们见过大 G， 见过劳斯，有见过大 G 跟劳斯的杂交吗？改装的劳斯莱斯古斯特的中网，古斯特大灯，换了4根劳斯莱斯的钢圈，一个要多少钱？大几十万吧。又是大几十万，那你这整套换下来应该也不少钱吧？300万左右。车价200多万，改改300多万，500万，你这里简直是梦想车库哎。对，我给你准备了3台车，你选一下吧。不好吧？没事，不用客气。真不客气啊。